它变灵魂珠哎、欸，灵魂珠，天空珠哎、欸，天空水晶的切割水晶的珠，天空尾，天空水晶的切割水晶的珠，天空尾，天空水晶的，而且为什么会有闪电？灵魂珠一直都有啊，是吗？有啊，上第一次到这个岛的时候就有看到那个白色灵魂珠了。先，那我肉好像都放在一开始的地方，我就把它拿回来烤。烤窑哦，还要装水弹。我们的虫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应该还在召唤的，我看一下，我觉得它应该还在，应该不会消失的。你去看啊，为什么有闪电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闪电啊，比较帅吧。欸，我是一直被打还是？没有啊，没有被打、啊，沒打，没有扣血啊。你血还是满的啊。啊啊！可是我没补品哎、欸。对啊。而且你被小了，是我被小了，干算了，我先去做一下那个。欸，我一直被小哎、欸。而且他是小我的体力，他不是小我的那个血量，现在怎样？是吗？这个天气是不能飞，我一飞就被小了。我把你的桌窗干走。是怎样？哎、欸，真的会被小哎、欸？为什么？我受诅咒了是不是？要能量屏障，防御龙也禁用飞行魔法。为什么？防御龙猪的诅咒，不可能啊！受诅咒嘞！你看 tape， 它上面写能量屏障，会禁用飞行魔法，一用就被小，然后就没体力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哎，昨天没有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？啊啊！不让我飞，我是要怎样飞回去的？啊，我刚刚也可以飞啊，可以啊，可以照飞啊。可以飛啊、我刚有照飞、啊，你飞一下就没体力了、啊，就刚没体力了啊，没体力飞不起来了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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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飞小，防御龙，我拿到什么东西吗？诅咒之敌吗？对啊，拿了之后我还是一样可以飞啊。太靠背了。能量屏障。然后这游戏不能玩是不是？飞不起来了啦，可以啦，不可以的，你自己飞，可以啊，你掉下来就没体力了，照飞啊，什么？是因为我们召唤王没有打死他，然后他结果又一个能量屏障在那边吗？不，应该不是吧？都不是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实在不是很懂。你啥？进去看看，先进去看看。就是进不去啊！我刚刚就飞进去啊！
靠背进去的，不是进去了，踩了一皮，飞都飞不进来，还敢跟人家玩游戏，敢在哭哦。真的不见了，要去装水了。不见了，要去装水了。可以去打那个压缩笔，可是飞不起来啊。哇、哦，是卡到什么东西了？我这边可以做一个，还可以先做一个。防御龙，对啊，没有理由啊，附近也没有龙啊。没有体力，没有体力，没有体力。哦，出去就可以了。你要离开这个区域，可是本来可以啊，不对。他现在是诅咒的区域啊。对啊，为什么这边被诅咒了？雕诅咒哎、欸！对啊，离开就没事、欸。白痴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到我到另外一座岛也被诅咒了，也没体力啊，也是被诅咒的。对啊，他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？能量屏障。对，能量屏障啊。还只是新的游戏机制。今天更新成这样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吧，不然为什么会这样？对啊，也太烂了吧！跟人家飞、欸。对啊，都要退款了。那有吸两吸，两吸两吸，退退退退退退。我觉得应该是改的、啊，因为我看他下午有更新了、啊，可是应该是吧，应该是真的是因为这样吧。先多就去刷一点补品好了。呀，怪皮！呀，怪皮！
你那里有牙怪吗？我有一张皮啊。我有一张啊。那够了、啊。我去点个技能。干没有纤维，靠药。他那个塔应该是改的啦，因为有一些不是之前那个塔旁边都会有那个站那个嘛，一根一根东西。对啊，啊有那根东西的岛就会有限制，没有的就没有。那应该是更新，这应该是更新。那是烂更新。就有的那个有的是不行，像我刚我这座岛就没有那个，就可以他就让我，对他就让我飞。这是很烂的更新的。有，这边有两个那个轴了。那你还差一个一瓶水、啊。可以把虫拆掉啊？没有啊，被猪撞烂的。靠背啊！
我的 Apple Watch 叫我过去过去。Watch。他连渗水的标示都不见了。什么渗水的标示？就本来渗水是有一个标示的、啊，现在看大地图也不见了。是吗？我原本看就没有了。我原本看有啊，现在没有。不然我那天再问你，问什么？我以为就是你看得到啊，我就不然看。我看不到，看不到啊，那就不要乱标了。哎，这个走过去了。
对，这里有一件破衣服给你，破布长袍。干我怎么穿起来帅帅的、啊？哦，我刚做的、啊，拿兽皮跟那个圣骨做的，至少防御力高一点。帅帅的吼，干，嗯，帅帅的、啊，帅帅的。哦，小披风哎、欸。对啊，我现在看不到你血量，这游戏是优化有很有问题的。你看得到我的血量啊？看得到啊。哦，黄黄我看不到。看这游戏优化真有问题。怪都比你强。干嘛？想预判我动作是不是啦？想预判是不是啊？中啦！嗯，让你的，我不放点水啊！干，打到自己的锅子，那锅子快没洗。干。我这里可以修锅子，要一个石头。有个石头可以修锅子啊。哎，这里做好了，很有饱足感的浓汤。第一锅。身上有补品吗？有啊。多少个、啊？一二三四五个。这么多个？刚刚做啊，等你很久啊。我来多多做几个好了。但你不穿破布长袍、哦，我不丢给你吗？那得了，这里啊。要准备战斗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、啊，那、啊、你拿了、啊？拿了，我身上有几个？六个，六个够了。OK。可以啊，你比较会啊，啊不就很会？干，牛逼！是不是进来了吗？牛逼！是真的很会啊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我还没准备好。啊！完了！
绕圈圈，绕圈圈，不要被砍到啊！欸、他快死了，快死了、欸！他感觉变弱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他血变一千滴而已。没有，这是因为我刚一次多四次。没有，他血变真的变一千滴而已啊！我记得他是1400滴耶。哦，可能我们挑战太多次了。是吧？他自己变弱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挑战太多次了，难度太高。哎、欸，那你现在变成只有你拿得到东西，我拿不到嘞。哦，古长剑。我一直都有啊，你在学什么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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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补不了。你补不了？没有，我没有得补啦，我是补不了。我怀疑这个更新还要再多烂，你跟我讲，到底还要再多烂？哎，太重了。等一下最后一关了哦，等一下最后一波了哦，简单简简单单的、啊，然后这个附魔的古长剑，给他单挑，劈死他，干，附魔的不强一点，就一点而已，真的就多一点，我挑战穿个裤衩子跟他单挑，我全身装备穿满的，帅了一批，帅了一批，好烂。我穿裤衩子跟人家单挑，他说你一直死啊？没有，并没有，好吗？不要瞎掰，好吗？下不是他不是被烧屁股了吗？就我对我的衣服都是被烧完的、啊。我操，不然就死一死死完的。然后没有东西修，还有一堆布料啊，一堆奇怪东西又很难收集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懒得收集啊。真的还有十块肉哎、欸，十个兄弟啊！我打的、啊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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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那个传送之河，去打最后的王了，然后去个下坡。哪里？哦，你说哦，那个原本的那个就可以下播了，下播下播下播啊，就可以下播了。我记得我看人家说最后一个王好像是一个巨人，是吗？我记得了，啊，强不强我就不知道，我是没有看。敢不强可以称为最后一个王吗？他只是暂时的最后一个王啊，我们后面那个大城堡都还准备要去，后面他好像有四阶段的更新啊，这个好像只是进入传送门探索安提达城堡啊，需要个城堡了，对啊，原来是从这边飞过去的、哦，哇，你要先进去是不是？哥哥进去了，没有哥哥落跑了，哥哥后悔啊，靠北哦。后悔个屁啊！哦，潭迪城堡，
感觉是要打那种，你知道吗？是会喷火，又会闪电，提坦城堡，对不对？又会吸血，是提坦城堡，提坦城堡的王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真的是巨人，我看起来不强哎，谁跟你说他不强的？什么提坦？提坦五千？不会啊，我打他怎么打他？我打弓箭射，射到他，来弓箭射，打射他头，很痛。他好像没那么强啊，他动作慢的一匹，他卡住了。这种哪用沙诺斯哦？哎，赶紧有人在赶我！他还拿盾牌、欸，那个盾牌你要拿，你用火烧应该比较好打。哦，对啊。哎、欸，这个巨人不会动哎、欸，最后一只王就这样子而已哦、喔。他打累了，累了一批啊。提坦，射他的头，我怎么射不到他的头？随便射他身体也可以啊，反正都还蛮痛的。他怎么了？他睡着了？回去，累了吧？那我要拿刀砍他。等下砍一砍他动起来，我跟你讲，他真的不动哎、欸，为什么？还是还有二阶段？那他的一阶段也太烂了吧？就是站着给我们刷伤害，对啊。不是，那也是蛮强的，因为我的弓会被他烧完。哦，他的小弟来打我。哦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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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。提坦，要不要帮忙射一下、啊？在打他啦！你看他的血一直在扣吗？有看到了。你的怪兽都比你强。哈哈，那知道是事实。哇，小孔都被抢！哇、欸，动了！啊，干嘛？橘色，不管他笨。哎、欸，他动了，他动了。干嘛？他是他刚才是闪腰。动了！等下他让我跑不了，打不到我，他让我跑不了。能。能，没看过这么烂的王。好烂哦！刚刚那个都比他强，哇！俩怪兽都比你强。人超一直丢技能，还是他等下会放范围技啊？其实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觉得他等下就会放。哎！刚才没打。那个被打到之后，你会被环速哦，然后你就很难移动。所以我没有被打到过。我直接给他一直绕，绕圈圈游戏，他就举个手，然后在那边跟他拉我嘞，那不举手了，他就举手了，打不到哥哥，吼，打不到哥哥，所以我可以把他丢下来的这个东西弹回去，是不是？简称是十万光线的意思，就是十万光线。他刚身上的那个碎片掉下来了，然后他又举手了，一样继续放十万光线，有攻击破掉，还需要砍啊？不然你烧他脚脚？不行啊，我弓箭我用刀的话，他那个十万光线。会一直被打到，是吧？你对，会变 boss 怪。啊，就这样而已哦。哎、欸，我的招对他没有用，小章鱼都比你强。他不去。对，
剩71滴，39滴，21滴。嫩，那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没有二阶段，他直接摔倒了。巨人，对啊，他喷东西吗？他喷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，有喷吗？他什么都没喷哎，就这样。我进他身体里面也不能喷啊。从提坦的宝箱取出传送之盒，到提坦的宝箱啊，提坦的宝箱。传送之盒、肢解器、拆解器，还有天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拆解器、传送之盒，跟天空水晶100个、20个。这是金色的呢，拆解器，它可以装在头上吗？我打到这个诅咒战士面具给你。没有，拆解器给他用掉了。我也点掉了。攻击就用掉了。这是什么？被诅咒的土面具。为什么你要给我垃圾？打到的、啊，把传送之盒交给大守护者。大守护者，好，回到一开始的地方。哦，我要怎么回去？原来我们背着传送之盒对啊。等一下，我把东西丢掉，太重了。大型野猪皮把它丢掉了吧？丢掉啊！你就不能做我这个盔甲了。那我把它捡起来。看天空水晶总有29个，很多、啊。将物品拆解为零件。能量掉水、木板、铁矿石25个，干拆解是有够难收集的。把增强的圣币都给丢掉。被诅咒的战士面具把它丢掉。垃圾面具，没有在戴面具的啦。没在戴面具的啦。姿势真的很靠背，大守护者，大守护者啊、嗯！不给个飞，大守护者在哪？一开始的地方啊。开始的地方，看你飞哪？啊、大守护者嘞？我刚不是看地图的大守护者？哦，就是那个一开始的小岛了。看到了。也不是啊，他不是说是那个吗？大守护者啊。哦，要回去那个、啊。上面。就是一直那个龙头那边。最一开始啊、哦。龙头那边没有龙头，那个庇护之地。我在守护者摇篮，守护一波、啊，大守护者密特哦，对啊，那个找那个啊，大守护者密特拉。谁是大守护者密特拉？大守护者密特拉。干，然后就没任务了，真的就没有了，可以下播。这边啊，哦，看到飞这么上面啊？对啊，都最上面了啊。那找大守护者密特啦，在哪？大守护者啊，那只龙啊，这里啊，那个女人，那个女生啊。哦，大守护者密特。哦噜噜噜噜噜，看来你终究找到那只会说话的野猪，你闻起来像野猪诅咒，不要怕传染，别生气，欢迎加入我们。然后嘞？你又不是，也不是跟他讲话。我就是干你，你不会阻止我，鸡巴！他妈，我以为是跟他讲话。普萨是叫你找那个什么欧噜噜的那个什么欧噜噜的猪猪啊？
那、啊、你不找到他了吗？然后再来回来跟他讲话。是科罗诺斯吗？传送之盒，你得到他，我就说那只龙没。你跟我说不是，不是啦，是旁边这大守护者密特拉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你不会看任务标志嘞？跟大守护者密特拉，我没有跟他讲过话。哦，我跟他讲过话。你好啊，朝圣者，欢迎来到庇护之地。太多麻烦了，休息一下吧。然后哎，就没了。破关了，破关了，破关了，破关了。休息一下吧。破关了。休息这里有血一下吧。休息一下吧，游戏结束了，可以滚了。这有血啊 ，Call me some 啊，这里啊，第二部分的移动，暂不可用。对啊，我等这里是第二阶段的更新了。下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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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播。上游戏可以上游戏了。下播，下播，下播。今天就直播三十分钟。干嘛？你真下播了？下播了，下播了，下播，下播！离开游戏，离开游戏！破完，破完，破完！简简单单破完了，破完了，简简单单。游戏。